大怒级，诸葛亮惨遭退步。对啊，哎，永久哎，永久唔好啊。啊，不要紧啊，今麦过一户啊，加过一个啊。啊？我冇想要招只老的。你看今麦咧，迄面看的都好看。啊？恁白面是袂看见。三姐江淑娜。幼时家贫，在饭店及酒家走唱，因演唱连续剧主题曲而声名大噪，跨足戏剧演出与综艺主持皆颇受好评，更拿下两座金钟奖主持人奖，从此奠定了演艺圈的地位。而今天许久未见的两人，又将会掀起什么样的话题风暴呢？思念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然后用很长的时间，一个一个流着热泪。你知不知道，寂寞的滋味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？你知不知道，痛苦的滋味，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？好时尚哦，啊，很重金属的感觉，是吗？你讲开窑哦，人工时尚，你讲工窑，怎么讲啦？怎么讲？开黄对不对？没有，伊安尼身材好，穿安尼好啊。是啊，今晚无红啊吼，无男朋友啊，无啊。我一直都无男朋友。你一见面就讲工资，是啊，你爱烦恼啊，因姊妹生含我牵连较深啊。哦，是。爱较关心一下啊！啊，你用什么看的？啊，以前就姜伟到暂时嘛，是吓到要大头壳去啊！对，最近我看报告新闻，拢有传呢。你穿新穿年新娘车啊？啊，那穿旧鞋。叫做落跑新娘。你有准备要嫁啊？还是要嫁一个就要走啊？面啊，不是什么？无啦，无啦，落跑新娘。当初是安尼啦，是因为当初是捌穿过新娘礼服啊，但是无成功啦。迄摆是因为。爸爸妈妈希望讲会当查甫带阮家啊，互阮烧啊，但是我感觉互阮烧我歹势，所以我就啊算了，我跟老跑。哦，不爱好男方歹看呢。所以我迄阵头迄阵有要结婚就对啦。迄阵有要穿新娘鞋啊。有啊。有翕相无？有翕相啦。有翕相啊，要照哦。系啊。哎，用照的。用照唔好啊。啊，不要紧啊，今麦过一户啊，再过一个啊。哈？我冇想要招只老的呢。喂，我快笑人咧！喂，叔那，你安讲唔对啊？你我含你结好咧，我也无迄个意思，迄是伊讲的。我白话，你毒我歪。我想讲，伊钱冇要存出济，我为着你好。啊，他是在为着人的钱入面咧。没啦，叔那姐，你较忍耐咧，迄面看的都好看的。啊！恁白面是袂看见面。唔是啦，是讲迄个话，伊就讲不晓得呢。我也袂使呢，讲你啊，讲袂输，敢那我啥物货？甲因大姊，甲因拢讲安尼简单就好。哦，啥物？就去用砍嘛，用砍面唔得，可恁袂翕死。你是用镜头，唔只系翕着。对啊，人咧是有一个故事，讲啊，要甲伊翕死，讲可以翕死，唔啊，我恁袂惊死。都有安怎？安怎？这条是你开目睭面。你开目睭啊，目睭有镜头啊咪？目睭镜头，你就怂的呢？那是贴水钻呐。啊，这卖流行，这是迄个羽毛嘛？羽毛的那个假睫毛。啊，目睭无被开是因为伤重。睫毛伤重。这有这羽毛，我感觉脏水的。像你高俊明，叫你讲个东西。系啊系啊，朱大哥，这里要念无啦？啊，你这啥物话？这里要念无啦 ？A N A I。哎呦哎呦！
英文有真是花花啊，你该合合作去。我今麦有一个后生咧教我，系啊。哦，也是很好笑。树林白龙狂正笑。啊，倒起来变啊，点样子？哎呦，哎呀！AI 是什么话？阿奈。我阿奈。阿奈是外乳名啦。你细汉的时候，哪拢叫什么？乳名叫阿达拉。哦，阿达拉。达拉。哎，这个名我真好起劲呢。囡仔名叫阿达拉。跟你无像我哈。哎，哎，厝边啊，哎，欧巴桑的地方。这个小达啦，小达啦，是啊，是因为你以前阿达阿达，所以叫阿达啦。好啦，阿达阿达，从头作笑啊。哦，活泼。作趣味的啊。哦。啊，隔壁迄年岁较济嘛，拢骂我小达啦。小达啦，小达啦。其实是足古锥的公家的话安尼啦。嘿。这是用做捧车车的平康。是彭恰恰，彭恰恰平下就水耶，你看。平下做水不对啊，但是你刚才无看到上面啊，看到样两坑。哎，真的呢，我发现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这地方会趁钱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哎，遐都有两坑在入水呀。哦，钱来耶，钱来耶！哎呦，谢谢朱大哥的经营。哎呀，哎呀，别拜呢，别拜。谢谢。公牛探亲，我是干嘛？我就配合赢江家姐妹。嗯。那个秒杀，那个票房秒杀票，跟那最多最亏亏啊！哦，你说。哦，青青菜菜都爆满呐，就不简单的呢。对啦。美术跟他妈做的出笋，赶快。妈做是什么？就老的艺术，带动堂场支持。姜伟怎么变妈做？哦，安尼姜伟姨妈哦，啊，今天唔三妈来看你。哇，我唔看你两个就唱歌唱歌变妈做呢。哎呀，每二三月二三要挂香都大妈甲姨妈拢爱请出去呢。唔是，是讲看到妈做有露面的呢。是讲因的地位受欢迎，听到。我阿姨别讲句，哦，咱讲话听天亮，唔是讲姜伟含我做好，我就讲姜伟的好话。人也实在是搞笑的。公司这嘛真感谢，大家拢改这么捧场啊！他真的心存感激，很感谢这么多爱护他的朋友，然后一直改捧场，然后一直帮他买票，他真的很感激。我趁这个机会向大家深深一鞠躬，替公司这感恩多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哈，多谢多谢。三妈配吉，很感谢。你是三妈，这姜伟，你是面较白啦，你乌的就变乌面三妈。你安尼讲，你姜伟就叫姜伟妈祖。系啊，啊淑娜姐就叫。哎，你来讲我妈祖，我来讲，那较对朱大哥较尊重啊。为什么？朱大哥迄阵去留学的时阵，我也回来时伊冇去做庙工嘛，啊去拢爱先去来添油香，所以那要去拜拜进进。我先去跳庙，刚是安，当时讲我咧做庙工，庙工是当地红星。报纸无看吗？哎，报纸咧看，哎看咧，你敢有看着？哎，我刚刚捌听。我是有去一间庙，哎听看人开什么牌。做庙工啊？哦哟，系啦，啊你误会，那误会一场啦。哦，本来是不是正确的啦？没有没有，海林姐啊，较大一块瓜讲叫宝贝。你这跋杯讲什么？就是咧，什么咧？讲咧要用门牌机咧跋杯，学出来歌。哦，迄条歌就是为着你写出来。嘿，阿歌我听了都拢无数字，也无阿拉伯语，咩啦都跋杯。过去都较早想了想了，迄跋杯艺术不是安尼。对啊。你怎么在想迄拜的代志？蛮想啦。我真正我无跋。无啊吼，因为我迄聚会啊咧。对啦对啦。没啦。聚会啊，这个拜啦蛮无意思啊，真对。你头张歪起，我来 QQ 好不好？啊，那个高志，三姐，你看以前你们一定常合作啊。嘿，朱大哥刚好变。朱大哥，其实我对朱大哥的印象，咱讲真的，我讲你莫生气哦。我对朱大哥的印象其实很足浅的，但是有几行以前那工人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朱大哥已经很红了。那时候我在南宝石歌厅，我是小歌手，我还没出唱片啊。朱大哥那时候哇昂昂啊你，然后那个海报，朱大哥是一个。大头，然后下面都是小，都是高凌风，什么都是排在朱大哥的下面。那我们就更不用讲，我那相片弄不会盯好。那其实我追朱大哥那时候，朱大哥不可能访问我嘛，因为他短白啊。所以我是在朱大哥出场前，我先去唱几首歌，然后唱一唱，然后唱完下到后台的时候，然后朱大哥再上台去开场，然后再介绍高凌风、崔台青。可是呢，黑总我对朱大哥印象最深刻的是。朱大哥的奶口，
伊来看你看。我讲正经，因为是安怎你讲的？因为我的后台那个化妆室哈，是一个位置一个位置，而且规排嘛，外外位置都要得朱大哥，然后中间好不知道是谁哪一个歌手，再过去就是那个朱大哥的位置。那我唱完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歌手就上台去唱歌，然后朱大哥就要换衣服嘛。对。一天那晚上的时阵，伊晚上好做机关，嘿有迄个更衣室伊拢无爱入去换，哎拢在那边啊，就开始哭到疼了。我唱歌落来就是朱大哥衫穿落要起啊嘛，所以我大家拢会拄着伊，啊拄着伊拢是大家拢无人伫，拢干看我干看滴，哎朱大哥，哎我。来口就拍死，啊伊嘛，伊就话啊，昨日你甲伊讲的，嘿啊，都几号啊，就签空衫嘛，啊就一量嘛，啊就啥物啊，穿穿，啊一个礼拜，一礼拜有七天嘛，所以我七天内底有看伊七领来口，唔是七日七色，大家拢无共色，伊啊穿红色的啦，黄色的啦，蓝色的啦，青色的，啥物色拢有啦。所以我对你印象就是你的内裤，那安尼哈，你哪会得换色啊？听下是安怎？换色啊？是安怎？我还讲迄挂青的小人姐拢会嫌人，嫌啥？查甫的后台拢会嫌，是嫌你啥？你逐工穿白，讲哎呦，迄拢无换。哦，你爱穿色的，啊色的，今麦我穿我嘛是好人看这个，我今仔换色吼，恁猜。哦，你用以前呢？啊，跟我大班。哎，哈，你看到跟我做大班。这内裤大班，无大班，你爱看内裤不固定的，我喜欢就爱个大班。不是，怪伊听着这。不是，有个人是穿四角的，啊，有人穿三角的。无，朱大哥内裤他特别用，要不要弄一个招财？我讲这个。你跟你回想一下，你较早来过是嘛？不要那种招财，我顶下看到招财，奇怪那种来过招财。是啦，迄个人甲我讲，我逐摆拢输啊，逐摆拢输啦。哦，啊人就甲我讲招财，你啊穿落，你就招财，趁你啊，输也真不少。八年啊，我会记得你差不多八年哈，没出唱片，没出唱片啊，嘿，个人专辑八年，恁姊妹啊唱歌拢袂歹听，无啦，八年喊你顾是不是因为大家听到要落你就会惊，啊，他有女魔头的称号诶，啊，伊录音室遐录音师拢我吵架拢有时啊听到伊拢卡手吧皮皮喘，你闹啥？喘闹啥？搁听到伊怎闹会害诶？啊，这样代志你哪知啊？因为对啊，啊，真更想，你想那讲吵，那会闹会害。这潘神呢？这边讲吗？就是因为你潘神，我想要听你。这边讲吗？是你三个腾起来，去我看到。哈！哎，我可怜我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。但是，是因为我人家要求，嗯，然后我录制专辑都会唱较久。哇，这条这句唱不好势，然后就这鼓膜，哎，搁顶唱顶唱。啊，我记那天早上唱到第二天的早上，对，刚才早上还在唱，哎，录音师吼。足忝的，你知道？一开始咧下夜时，拍摄下的安尼，用鼻腔下的，啊，就我尾啊透早时冻袂掉啊，伊怎？哎，我唔知哎，透早五点我要去倒找医生，啊找无啊，我说啊，怎做怎做，叫伊停四十五分钟的啊，哦，那很痛哎，难过。你等你挂电话就袂啊啦。安怎？你老下海就讲，你老毛，你就香港怎搞？哦，是哦，会用的啦，那个歪起的，那个歪起的。嗯，好。哎，有道理哦，因为我顶一届手托叫人就安尼硬搞变开就好啊。你唔忙听我的话，连工人老，你真正好皮。你啊，好气人啊！我斗着钱啊，死喺你的代志哦，甲恁爸无关系哦。不是这个方法啦，鼓励，我是咧讲哦，你笑，你才真正咧恶起来。因为那个手托就伊就安尼搬起来啊，我想讲有道理啊，安尼好气人。敢那有一种了，敢那。你是有老过啊？无你来这了解。你那老我才甲你。安尼那无好，我才用安尼转。谢谢妹妹。好啦。祝贺你哦，八年啊！谢谢朱大哥，一定不出专辑，谢谢。我想起这个专辑嘛，八年来
一定接触一寡感情嘛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专辑号是啥物歌名？啊，歌名叫做《不爱了》。哦，就有迄条啦。嗯。姊妹啊，这我拢了。过来啊，过来啊！你唱了开林，该说我听。你别讲一下。不爱了嘛。爱啊呢，都麻烦呢。麻烦几多？对啊。晦气对不？专门麻烦，还个听啥？啊不，我改一下啊，歌名改一下，不要了。不要了。是有力的对吧？不这个不爱的可能是有意吼，也了。也诠释方式。对。内面的歌词可能会袂歹啊。意境，敢那一了解。听看卖啊。好啊，谢谢。祝贺你哈，这个八年的专辑《探景》。谢谢朱大哥，谢谢大伯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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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经如